咱思想吼，这学会显示的力量吼，精神，哎，精神就台湾人。这学会，咱相信吼，伊代表的精神，就等于理事长会来吼，做个较深入的说明吼。大家后摆来无？后摆来。哦哦，来过来吼，咱拍桌啊，欢迎。台湾大会，吼，就是叶陈总。啊！你即马渐渐你迄落吼，渐渐你濒临绝种的一部分是分咱你做这工作吼，特别意义。我相信今仔日不是干那听啦，啊，嘛会当大家真吼欢喜来来这个新一年的时间到历史地方去，对，大家朋友。大家好，新官吼。对于日本以来应该改变吼，改变吼。啊，但是真好啦，阮周老讲的吼，外口真，应该是大家为着去了解讲百合花吼，百合花咱咧较传统，伊讲叫做西贡行啊花啦。啊，西贡你叫啥名字？西贡人啊，就是伊发在较早以前，因讲的，安尼较早讲讲，以前就大概在喇叭去讲的，外来语佮变作过来讲吼，啊，若要讲较本土，就讲西贡人啊，西贡的人就是本土吼。所以为虾米咱爱来杀伊吼，相当济一个意义吼，啊，意义嘛毋是一时想出来的啦，咱八年前。完全唔捌，八年前啊，啥物是百合花我唔捌。哦，安尼开始的时就是讲安即个，哦，树林观点吼，不听的吼，下班要开放嘛吼。我们开始是在那边做这些运动，那叫做运动啦。啊，来因讲，我较安怎讲叫做革命啦，安排革命干啥，遐无好笑。社会革命啊，社会运动，就是讲，啥物件无达成，但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，可以达到那一种目的，这个就运动嘛。啊，然后革命嘛是相像，啊，只是听起来哦，我就恐怖呢，敢来掠枪啊，难免呐。我们从头到尾，除了刚开始的时候受到一些所谓讲迫害吼、打压。以后，咱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咱要做的事情。安尼，这八年来九年进入第九年啊。所以，关键恁知啦吼，你每年的初二就开放嘛吼，咱付出偌大代价。啊，这代价就是啥？各种不同的代价很多，即嘛，我在做经济期间嘛吼，我们是做。外面走街头，甚至啊，搁爱讲故事旁听，所爱好做的吼，十几项物件啦。啊，我家己的孙子讲开学嘛。啊，当然用钱、用力、用力的各个，迄是难免的。但是要达到目的，这就是社会革命。啊，你革命是爱按对开始，毋是一开始向为尔，硬穿帽啊，你硬穿，你是个拍死一个人尔，你也不能改变事实啦。所以这就是软袖的。软性的吼，软性的诉求才是这么大个价值真重要。我爱都在做，真就是体系的那几个老师吼，我咧感觉讲，事实上你们已经在做社会革命的一份子，啊，这是真好。啊，唔难听来讲，哇，你革命好，敢那唔好，但是讲运动还是 OK 啊啦。啊，运动要安怎开始表达？我常咧讲，表面上你做的事，但是你如何要建立这个物件更加好？效果，咱当然爱家己加强啦。是啊，这八年来，咱就是有哪做，有哪学，有哪学习，有哪传递讯息，有哪去标太空咱的目标安尼。所以几年来，咱是我本身做袂，到今慢慢咧，大家爱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讲，这个环境大家拢付出一点啊力量吼，这个环境会真好。啊，咱所有做的拢是为着学校在做，为着囡仔在做。咱若有这个心情，你就袂感觉讲，你爱等你老后时才要做。你生一个囡仔出来时，你当然这囡仔一定爱照顾嘛，吼。迄个心情若来用来讲，看这个土地物件，我感觉随时拢会当做。你等下你
安怎时才要做？迄阵我看你是用那牙关也嘛夹袂，夹无法啦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啊、所以咱以这个心情来做家。啊，所以讲百合花是咱所有做十几项物件里面其中一种。啊，各种不同的环境，啊，包括你这么看到的方法，包括我有这会刊吼，里面你甲注意看，里面我写十几项，就是咱这八年来一直陆续的做改变。所以这个软性的诉求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百那个正门要开吼，伊意义是啥？伊意义就是讲，台湾若要和谐，就爱用各种不同方法，才能突破。我们没有花什么，可能我个人花，也较侪一楼爱我这个志工老师，大家拢大家来倒插工，就这样的，没有什么不良的那个。何况我们把那个地方提升到 upgrade 哈，以前那个看人咧导览，无啊，是咱做起来。那训练偌侪人去遐做遐个旅游客，啊，遐人地方咧趁钱咧做，我买一本册去遐做志工啊，唔是做志工，做趁钱安尼。啊，人家来拢用这本册要讲话伊听，啊，这样我们台湾就提升了哈。OK。